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依然是一个开箱视频，然后依然是十几本磁带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一共是16本磁带，我们分别看一看。第一本是海外巨星名曲，然后这个收录了都是当时90年代一些老歌，比如《粉红色的回忆》，什么《你潇洒我漂亮》，然后这个是广州音像出版社出版的。1989，下一个这个是迈克学摇滚的，好像什么叫胡椒把戏啊？这个看着像是一个外版的磁带。看下一个，这个刘欢的《水浒传》的原声。这个是梁咏琪的《顺时针的新歌加精选》，以前买过，就是这个是双本的，两本磁带的，然后这次碰见这一本了，然后又要收了。这个是梅艳芳的《镜花水月》，我记得是《镜花水月》，这上面没写。这个是经典出的，这里面收录了那首歌，就是抱紧眼前人啊，这个听着很好听。下一个，林俊杰的《曹操》，歌词。其实林俊杰的前几本磁带，他一共出了有6本磁带，然后是他前4本磁带都比较容易收到，有《月行者》呀，《江南》，《编号89757》，还有《曹操》，这四本都容易收到，然后是后面2本不好收。这个是尤鸿明的《一天10000年》，上海声像的，然后这个上次开箱开了个全新未拆的，然后这次收了个拆封的，然后没有外置盒。看一下歌词，这个上次都说过，然后有这个台版和西马版的，还有一本内地版的 CD， 然后这张专辑挺好听的，就是一些新歌加精选一类的，然后有些老歌重新编曲之后又唱了一遍。我们看下一个，周华健的《永远陪伴你》。为啥买这个？这个很神奇，这个是周华健的第一张专辑，然后是内地版引进这个磁带呀，有好几个封面，这是其中之一，这个比较少见，然后还有两个封面吧，然后就是各色各业，什么《永远陪伴你》，还有那个是苦苦等待你，这个名字专辑名字就是这样，这是江苏音像出版社的，然后引进的时候就是有三个封面，这是其中之一，这个就是比较少见，然后就收了。你看下个，这个是 Kenny G 的，然后一个精选的，看着也像是一个外版的磁带。
你果然是外版的。哇，这个做工非常扎实呀，非常扎实，手感非常好。然后这个标银光闪闪，这是歌词。然后是这张专辑，我有一个是日版的一个词，日版的 CD， 然后是非常好听，就上面有很多经典的萨克斯的曲子。杰克逊的战力啊，这不用说了，太经典了。然后就是凑单的，比较便宜嘛，凑单的收的，透明袋里的。然后这个就搞笑了，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曲，主题歌。然后有经文发行的，它其实不是全是刘罗锅的，然后这上面还有其他电视剧的主题歌，新冠阳故事就是故事，这两个是，然后其他的都不是了。然后这个是这个叫王黎光他的音乐作品的一个合集。看下一个，这个是《男人密语》，是百代唱片的四个人的精选，巫启贤、张宇、张信哲、伍思凯，收录了他们四个人的比较经典的歌曲吧。中唱上海的，这当年做工就是比较简单，歌词直接印在封面上的，这个竟然没有独立的歌词。看下一个，这又一个这个，买了两个吗？又一个胡椒把戏，爱可学摇滚的。然后这个是这种透明的载体，然后印在上面的。确实不太一样，应该是生产厂家不一样。这是很久远的，忘了，我怎么会有两个？哎呀，太神奇了！看这个，这个是东南亚巨星荟萃珍藏版，原台湾引进原装正版。有什么刘家昌、千百惠、包娜娜、蔡兴轩、南星梅、东方歌舞团录音公司出版发行。也是这种老磁带，89年的，这个比较像刚才的那一本，那个海外巨星名曲的比较像。就是和这个比较像，都是这种合集的。看下一个，十年好合，这个为什么？这个本身有一本，然后那个是又买了一本，就这张专辑太经典了。上面收录的歌曲是非常经典。看最后一本是后街男孩的一个精选，然后是。同意出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这样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